为协助人民管理生活成本，国政政府已推出一系列补助计划，以扶助社会各阶层人士。一码援助金于2012年推介，发放500令吉于每位合格申请者。而国政政府也履行2013年的大选宣言，将一码援助金数额增至1200令吉。仅在2017年内，已有700万个家庭及单身者从一码援助金计划中受惠。一码开学援助金发放100令吉现金于学生，以补助学生们的教育开销。从2013年至2017年期间，已惠及2320万名学生。于2012年推介的一码书券，发放价值200令吉的书券与学生。一码书券后来升级为价值250令吉的学生扣账卡。多年来已有650万名学生受惠。一码诊所，大码人只需付1令吉即可获得治疗，乐龄人士免付费。自2010年起，已惠及650万人。国政履行我们的承诺，以民为本，绩效为先。